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黑框眼镜，我是吉欧。今天要玩的游戏叫做 Bladed Fairy 幽灵怪谈。幽灵怪谈是一款 2D 的横向动作游戏。游戏的故事背景呢，以战国时代的田氏代齐为真实世界，并以中国水墨画作为美术设计。我觉得感觉应该会很像冰恋之前在玩的 Hollow Knight。开一个新游戏，简单普通，简单普通，简单。对于生存在我这个时代的人来说，荒诞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。有中文配音哎，像是君父强娶心腹，臣下刺杀王上，佞臣残害忠良，多到都不能够得上荒诞标准的时候，弑君弑父，好像就没那么令人啧啧称奇了。在天子朝堂，诸侯们毕竟只是诸侯。我知道你们管我们这个时代叫做战国。康公十九年，知府采邑中的一簇剑光划开了这纷乱舞台的帷幕。妹妹快醒过来，阿慈，父亲气息奄奄，恐怕时日无多了，你要是再不去看他，会留下终身遗憾的。可是父亲今天就要把你嫁出去了，吾儿从不出嫁，父亲他……傻妹妹，这是约定好的日子，凭你我之力能改变什么呢？我不甘心。快去大殿吧，我在那里等你。哦，操作系统，好，没关系，我就。惊叹号！惊叹号！王姬请留步，大王身体不适，需静养，如今不见任何人。大胆，是谁的命令，竟敢阻我见父王？啊！王姬请息怒，天侯，这一切也是为了吴王。天侯这是要造反吗？天侯有令，还请王姬大人不要为难我等。哼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敢如何拦我。哦，要打架是不是？这，识破，上古灵玉雕琢而成，驱鬼辟邪的祭器，后辈即将古神血脉炼化，成为斩妖除魔的御敌神器，古神血脉才能驱使。哦。魂击杀怪物后会获得黄魂跟绿魂，黄魂可以升级能力，绿魂可以恢复血量。OK， 继续往前走。惊叹号！惊叹号！这配音好棒，父亲，那好生动。哦，飞熊，又来了。
要动手啊！哦，打赢了。死了！王上轰！啊，死了！王姬的佩剑刺在王上的身上。啊，刚那是我们老爸、啊。这不可能！我竟然杀了父亲！阿紫，我做了什么？哦，他们三个是一家人。个地图，这个是哦，逃离齐王宫。哦，我们的地图系统。我该怎么办？阿紫已经被田师带走。阿紫，好在双剑还在我身上。这是古时候的念法吗？里面怎么那么乱？发生了什么？是王姬大人。住口！不许叫我的名字。你手上捧着的，哼。这也是父亲的东西，父亲要带进坟墓里的宝贝禅意。禅意，王姬大人，您可不能啊！这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吗？王姬大人带走了王上的陪葬品，给我是会怎么样？禅意，将氏祖传至宝，可是收纳禅玉之中。化作坚盾护体，轻若蝉翼，却映入玄铁。仅僵尸血脉可驱使。哦，这只血比较好，嘿。啊，姐姐，妹妹，这里，阿紫，我该怎么办？我杀的明明是吞噬活人的怪物，怎么会是父亲呢？这一定是田氏搞的鬼，我去找他说个明白。傻孩子，他们现在已经把你当做了弑君的罪人，你快走吧。不，我要阿紫和我一起离开这里。父亲要我嫁给田侯，我不会有事的。你就从这口顶去往屋顶处，那里没有什么看守，应该能很快逃脱。要记住，活着活下去才能找出真相。姐姐要去嫁给坏人。我们要往上跳，再讲个话，跳我快走，这边可以过去吗？不行，这边被关起来了。一，哎，我二段，哎，二段跳这个功能，没想到它不需要拿别的东西就会了，果然。中国风的游戏，武术能力又比较高。啊啊！存档点。是田氏。屋顶上的逃犯，不管是谁，不准给我留活口。
求你放过他吧，我跟你走。为什么姐姐被戴个手铐？按下。它闪跟闪的中间要空一下才能闪。这周围都黑黑的。哦，这什么东西？恶鬼。千万不要回头！啊，哎哎，不行不行！啊啊！哎，不行不行！出来了。春秋时期，齐国晏婴曾预言齐政足归田氏，但是齐国姜氏国君不以为戒，沉溺酒色，不理朝政。康公十八年，齐王姬即将背负弑父嫌疑，长公主叔姜也沦为田和之志，叔姜劝其妹求生以图来日。仓皇出逃中见到几个不应该出现在那里的面孔，揭开了疑云丛生的篇章。田氏派出重兵四处追凶，广发通缉，令曰格杀勿论。即将在逃，田和恐生变数，未公告天下康公死讯。世人愚钝，或不明就里，或已归于田氏，即将投靠无门，山穷水尽。哦，所以像一般临淄城外的荆棘林，百姓被视为故乡禁地，追兵轻易不敢擅入，生怕惊扰鬼神，祸及己身。即将暂时得以喘息，逃到一个小树林里。霸体。还有别的剑哦，我们的鲜血滴入土中。是谁用古神之血唤醒了我？是我的血唤醒了神尊。我是齐国的姬姜，康公之女。齐国的王姬果然继承了古神血脉，难怪你能驱使噬魄。寻常人使之，只能当辟邪的装饰吧。你说我的双剑，这是我幼时抓周所得，之后就一直他抓周剑抓剑，这公普通公公主抓周会抓剑吗？这古玉所制的神剑，你如果好好修炼，必能发挥更大的作用。此外，我再赠你一柄神器，这赤霄乃是我当年射日的箭矢所炼化而成。烈日破土，无坚不摧。你可以用以平天下，安百姓，寻找天命之人，结束这乱世，这是你的使命。原来是射日的后裔。哦，原来他是后裔。承蒙亲眼，交托大任，可是我不能。我明明杀的是世人的妖怪，怎会是父亲？阿子也在他们手上。我要找出真相，我要回去救他。那你有何打算和筹谋？后一后打错了。我在齐王宫依稀见到了三位我只在书册和画像上才见过的人，他们应该不会出现在人群中，他们一定知道什么。我要去找他们问问线索。他看到了谁？现在的你无论是身体还是心性都太弱小，去凡尘俗世中历练一下也好。拿上你的兵器，快去吧。离开这里之前，先去见一个人，他能助你事半
功倍。多谢，告辞。哦，拿到一把新武器，赤霄后羿所赠，由后羿当年射日之箭的箭矢锻造而成，坚韧无比，劈山破土，无坚不摧。这会几个月？哦，这个是你好，你是谁？我早已立下重誓，再不铸剑。哦，他是墨邪。我不是来求剑的，后羿前我来求你指点迷津。后羿，你手里拿的，莫非是赤霄？正是，方才后羿所赠。你们两个就在隔壁而已好吗？你怎么会没有看到呢？你这么个小小的女娃娃，看不出来后羿为何对你青眼有加。这天地间有很多魂荒之力，可以用来锻炼肉身与兵器。那边上的魂灯除了恢复状态外，也能助你提升能力。是，我记下了。魂灯。在存档点的时候，可以消耗荒魂，解锁角色能力、装备和更换随身携带的魂饰。解锁升级系统，存钱。哦，哦，花钱买招吗？哦，了解了解。这个是大刀的，这是双刀的招。然后这个是我们自己本身的，对，我们自己本身的 能力。一下双剑好了，随便选一招，好，学会了。嗨，那应该是干将之类的吧？这，哎，是不是我的错？精卫，你是什么名字？即将，齐国的王姬，我也曾是君父的掌上明珠，却意外早夭。我不甘心就此只能化身为鸟，一直期盼能重生于人间。原来你是炎帝之女。我没有想到阴阳两界真有一日能被打通。我虽然得以归来，但也有众多冤魂邪魔侵入，这里已经不是我所熟知的世界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好，这边有人不用讲话。说起来好笑，我从小就很擅长的奔跑，没想到却用在了今日的逃亡。出生起我就没有离开过宫苑，但是齐国比我想象中要小很多。就在我厌倦了漫无目的的寻找时，在边境大营的经历给我带来了一线光明。宫苑里出现的蒙面将军就出现在这里。他到底什么时候看到的？为什么都没有看到？今天好，今天好。从今天起，我改名小白了。喂喂，都知道一下。小白好。啥？你说啥？
这是我阿娘给我取的名，之前因为避讳齐桓公才不用。为什么齐桓公跟小白有关呢？齐国现在的太公姓田，就此恢复使用。姜氏哪有那么快倒？听说宗室已经起兵了，哎，通缉令在我这儿呢。这位朋友，你怎么看？啊，我吗？上头的事儿我怎么知道？我要见将军，你们知道他在哪儿吗？这会儿没见着，在大营里面吧。哎，那人谁呀？不，这不知道啊，我以为你认识呢。他们两个在耍什么呢？你快查查通缉令吧，搞不好就有这家伙。我们不是要去大营里面吗？现在继续往前走，是不是？上面会有东西吗？去看一下好了。它是喷什么气啊？是那个，哎，上面可以走，那到底是要走哪一边才是对的？这个打开了，哎，它为什么弹回去了？下面没有头，这边也没有头，好吧，哦，这边是会动的。那我们回去刚刚的下面看一下哈。好多小白，够！哦，300红。这边是藏我们钱的地方。是我刚一开始就选对路了。看一下地图好。哦，这边的分叉是这样子，总共会有哦，总共有六个那样的魂藏在地图里面。一个300的话，六个就1800了。
坏了，刚才是你放走了通缉犯，田将军一定把错算在咱们的头上。你胡说，是谁扰乱了我的营帐？将军，大闹军营的好像是江氏的通缉犯。全军听令，给我把他抓出来。我们是要来找这个将军吗？其实我们可以把他引到那里去，只要将军看不见就没关系了。拿定。你是说不要了吧？可能回不来的。只要没人见过他，就不是你我放跑的了。哦，这就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吗？倒地状态的敌人受到伤害较低，识破技能碎掌可将倒地状态的敌人打至浮空状态。用刚刚的招妹，这个是战场吗？存档点有什么可以买吗？耶！在空中。哦，多了一圈。哎，为什么变骷髅头了？回血只能回三次。噔噔，可笑，武将军，小娃娃，你白白送死，倒是省了老夫为太公找你的时间。你是那个时候出现在宫院里的？那一刀刺得好啊，那样的父亲你早就看不顺眼了吧。父亲不是我杀的，你明明看到了。是不是姐姐才是凶手啊？当初是姐姐叫他去找他爸的伍子胥。
想要真相就上尸骸山看看。哦，我们要进去里面是不是？地图，先回前一张存个档好。不过他存档点设的离打王的地方蛮近的，不错。这样应该是哦，对，就可以多回自习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好了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这个新出的游戏。我是黑框眼镜的吉欧，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请帮我按个喜欢。那我们下次见哦，拜拜。